在西雅图，哪里的房地产增值比较快呢？那么房地产投资呢，是一种传统的投资项目，低风险高回报，但是呢，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较高的回报，那也要看你的投资呢，是在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城市，投资期限的长短，投资额度的大小，以及房屋的性价比的高低，等等诸多因素。我们以十年期投资为例，从2014年到2024年的十年间，大西雅图地区的独立屋，也就是 single family home 的销售价格的涨幅怎么样呢？下面咱们就看看大西雅图地区几个中心城市的房地产涨幅情况。首先，科克兰的涨幅3.05倍 ，Bellevue 涨幅2.89倍 ，Sammamish 涨幅2.6倍 ，Redmond 涨幅2.59倍。摩沙埃兰的涨幅2.52倍，那么 Renton 呢，涨幅是2.51倍 ，Issaquah 涨幅2.28倍 ，Seattle 涨幅2.07倍。另外呢，在 Pierce County 的 Tacoma 呢，涨幅达到2.9倍。那么 Snohomish County 的 Linwood 的涨幅呢，为2.58倍。哪里的房屋涨幅最快？现在您看清了吧？俗话说本大利大，但是投资是多少？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腰包选择适合的城市，而且呢，还要考虑到购买的贷款利息、日常管理等诸多其他因素。